手机，嗯，睡觉。嗯，平常都只有这时候才会起床，早安，畜生。吃早餐，好累哦！怎么可以自己选这个时间过呢？原本想要把时间往后延，算了，我都起床了，就这样吧。吃麦片跟两颗水煮蛋，我麦片喜欢吃脆脆的，但是有软软的东西就我就软掉了。早安，混了三种麦片的面。其实在想法 ，OK， 今天是怡真生日哎，希望他在国外过得好。其实我蛋真的很难剥得好，我刚刚已经冰到冰箱了，就煮完之后。他们都说要冰冰的才，就是让它变凉的才会好剥，但它也没有到凉啦，就是常温。现在啊，好的，我剥了一个啊啊啊啊啊，身体逐渐不见了。吐口红，不行啊，那么早就没有办法清醒。里面好像还是半熟蛋的，你看，压下去软软的。但是连蛋白都还没有熟，好难哦。
全世界都在看我播这一段。我看一下。早安。图片加水煮蛋。对。加优酪乳。我的麦片加优酪乳。但我真的放真的麦片燕麦在里面。燕麦片在里面。真骂脏话。每次播水煮蛋都很没有耐心。因为水煮蛋真的好难。这么健康，那要健康，麦片超不健康，都是淀粉跟糖。但是因为我拿了一包姐姐给我的，然后它是没有办法关起来的，所以我得赶快把它吃完。哇，我要疯了。蛋壳跑进我的麦片里了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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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啊，我们这颗蛋会播多久呢？嗯，那现在上班了吧？这个时间，我觉得播水煮蛋是最没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你那么快播完，然后很、欸、那么久播完，然后很快吃掉了，我还可以一口直接把它塞掉。就是被我被你挖掉的，拜不拜？里面这还是半熟蛋。真的超难播的，现在真的是很想要连蛋壳都一起吃进去。我试过在水里播，没有比较好吧，真的没有。这样好崎岖哦。
早安。会不会等一下吃那天吃到一半吃到蛋壳？因为我丢蛋壳就在我的麦片旁边。收蛋了，所以他说，不过这段是就没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。你看，一秒就把它吃掉了，加药比较强。花都是自己的钱，这样。其实不好补，我觉得不管怎样都很难补。这段就是难读，就是难搞。跟妈咪没事，还好。我没有臭，就说跟妈咪一样，水煮蛋莲。还一颗啊，我疯了，想喝蛋，难吃这样，我也知道。都不建议。现在发开始加醋的蛋起醋，我没有醋蛋起，我敲蛋壳把我冰进去，这就敲了。我没有那么笨，大家是不是都把我当笨蛋？好累啊，手好黏啊。我昨天去厕所的时候，又看到一只小强，然后直接傻在那边，就整个人站在那边，然后看着他，好烦哦！我讨厌夏天，极致讨厌。
蛋，很巧很碎哦，其实。蛋毛没脱也就算了吧，至少蛋毛还是可以咬东西。我没有加盐吧？还有清洁剂。因为它在卫生纸上面，我就不敢倒泡泡水。我没想要去弄泡泡水。今天直播主题：剥水煮蛋。不要，我不喜欢蛋吃起来有盐巴的味道。觉得太突兀了，我就是要吃它原本的味道。它煮进去就会有一种盐巴味，淡淡的盐巴味，我就觉得不喜欢。盐曲奇，盐曲水煮蛋。啊！哎呦喂！灾难，这是一场灾难。清了，掉下去了。蛋壳。说明就煮了八分钟去了，我用指甲把它抠起来了，绝对不会，只用指甲抠。我被用的好恶心。没有，还说你给我自己播。这还是蛋吗？不是，它是个革命的东西，革命的小家伙，还有生命。都是剥水煮蛋，不是挖水煮蛋。就一定要吃。
要。去洗个手，顺便清掉椅子上的东西。还好我不是在房间吃。地板好脏吗？地板也有干掉的，隐形眼镜。救命！大家为什么要乱丢隐形眼镜？我娘蛋啊！我桌子上是一件。我要怎么吃就怎么吃，我应该以后应该会煮久一点。我说地板有干掉的隐形眼镜，行，随便乱丢。刚刚完全没有在吃东西的感觉，刚有吃东西吗？透明的，居然爆裂了，没有，没有吧？谢谢。你觉得应该吃东西吗？拜拜。坚持拍拍。大家都说摩羯座有一个自己的坚持，自己的原则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有什么玫瑰草莓麦片，跟我之前没有吃完的那个红色那一包的麦片，然后跟真的大叶麦片。不止摩羯，很多人都很有坚持。然后还有优酪乳，
不喜欢麦片软掉。什么照片？问我问，完全没有增进食欲，谢谢。我觉得我等一下又要回去睡觉。有一次我就来收到。好像隔蛮久才收到，我都解隔离了，然后才收到。流水细面，我想要吃韩国冷面，但我一直买不知道在哪里。要学习问卷正常，但有些人真的很快就拿到，有些人很久才拿到。不会，对啊，真想要吃那种道地的韩国冷面，然后就韩食堂有，可是韩食堂不一定有位置。不能出门还跑去他们店里，这种就是白目。我给现场看一下好吗？对啊，直接检举就会被罚了。但很多人都嘛，隔离期间跑出去。我看到一个朋友。就是他有说他前一天，就是某一天他上传了一个他确诊的那个照片，然后隔两天就跑出去了。可是如果真的没有人检举你的话，他们也抓不到你啊，是吧？唯恐天下不乱，不意外啊。我讲假酒生活的，他是真的假酒，抓你，你先抓自己吧。但我被遇到我就检举，都他妈都不知道他是谁。小小你们里面去，笑吧！心好累哦，怎么感觉吃了一堆空气的感觉？看到我没有办法涂口红，但我已经有点小饱。
吃啊。小宝。小宝贝。好想吃坚果，但是坚果真的好贵。好饱，这个算真的有饱了。我昨天被吹头发的时候，那边唱对折，突然觉得自己好老，这是哪一个？第一首是蒙子核电的，谢谢。早安，闭上眼。为什么有两个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我唱了六单的歌。没有，现在 IG 特效就会有啊。我今天在就有，不是才过多久而已，怎么快认不出你？没想到涂上唇彩颇具魅力，会有人这么说你。都爱记猴子 ，IG 就有啊，有些特效有。一个蜡笔小新啊，但每个的 echoes 音 echo 有多 echo 不太一样，有多 echo。交友软件直接唱歌给人家听，是啊，我不知道哎，我没有玩交友软件，我超怕交被就是交友软件诈骗什么之类的。到哪都有诈骗，大家现在是怎样？不能过个正常的生活，一定要诈骗别人这样子。早安，都不会觉得自己良心不安吗？即使一天就赚那么多钱，你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吗？在柬埔寨。哎，我看到朋友发朋友去柬埔寨，觉得好笑。那也不会赚钱，这样子。你要养我们这些三十几个女儿，你怎么可能没钱？
手好酸啊，昨天跳太久了，我觉得。他们知道啊，他就有说，就是赚钱就哎，我忘记他说什么了。没本事但又想赚大钱就会去，很扯。笑到即将四级了，女儿。他们又还没有签约，说那么早都不算，好吧？还不是因为谈，对啊。想陪你去打了，真的是。对啊，很多连朋友都不能信，所以我才不会信别人，就是不会相信任何人。最近的动荡造成几个人的钱。也没有，就是还没有真正的签合约而已，他们还没有签，大家不要那么着急，一般的培训这样子，我们培训啊，他们培训都比我们多。他们还有歌唱课，他们有歌唱课跟舞蹈课，舞蹈原本就有啊，舞蹈就是培，就是我们一般的培训。跟唱歌课竟然有哎、欸，好好，我也想要。我们就不会唱歌，然后也不跟我们上唱歌课。老板，我们要上唱歌课，快点，老板。奇怪起来，有很多话不能在这边说。一起上也没有啊，除了那时候上，他们要唱梦之录音梦之盒自己，哎、欸，表演梦之盒忘记了，反正就梦之盒那一群人也有唱歌课。心儿，我喜欢你。对，我也是，我会这么累啊！谢我心，好酸啊！我的手。对，我昨天想说拉筋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，结果忘记拉手。你的课还不是来安妮哦，不但不到酸，然后里面是有柠檬，是不是拉手？哈，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想吃烤燕麦，就是那种把燕麦跟一些东西打成汁之后拿去，就是变成有点蛋糕的感觉那种。
麦饼之类，不是，它是类似蛋糕的感觉。来找一下有没有照片。就是燕麦蛋糕啦，麦维塔那什么？我也是昨天在那找，我昨天就是想说，我一直很想要买吐司热压机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热压吐司，就脆脆的，然后又东西又不会掉出来这样，然后就找，然后找到迪卡这样子，然后突然就点一点就滑一滑，然后看到。一个什么叫双奶皮的甜点，港式甜点吗？我也忘记了，就蛋糕，类似蛋糕类的吧。可以呀，消化饼那种口感。这个绝对，找一下。这种样子的烤燕麦，等一下它可以压下去，这种的感觉很好吃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做。想吃坚果，我想吃坚果。一直早吃，新玩意。想买热压器吗？有点想，也没有说有点想，是蛮想。我记得他说他在林口三井那边有买到，三井附近泡芙蛋糕。昨天客人也有买，很好吃哎，类似蛋挞，有点像，居然有龙眼感觉。早吃起来不懂，不要理解。我发现我就是昨天看到我自己以前的影片啊。发现我现在的脸跟我那时候的脸真的差很多，那时候真的好胖好肉哦，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就是你不觉得我现在的脸比较小一点，然后之前是整个是圆的，之前脸旁边都是圆的，那我现在是至少有，我的下颚线出来，是这边这一条出来了。因为我最近比较认真减肥嘛，可是我也没有比之前瘦啊，不是之前45公斤的时候也没有这一条，可能之前都真的都是脂肪吧，好像有什么好像有小朋友正常的，现在超胖，变紧。金额肥不是，不是，那都是肉。谢谢。哎呀，小矮人，过来就好。现在比较胖，那个比较可爱，肌肉只是变多了。早安。
成为卡琳娜或者 Winter 哦，又会跳舞，然后又会唱歌，长得又好好看。卡琳娜是不是很扯的 AI 的感觉？她也不是说眼就是很眼睛很好看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她就长得很精致。森林里超人，卡琳娜。我觉得 MX 的黑吻就是很经典的那种韩国女生好看的样子。谢谢初吻。我都在想他们到底是，就是有些人就是他们不是都会被就是挖出来说甄选之前长的长相嘛，我都很想想知道他们怎么是因为什么东西而被选上那间公司的，觉得很酷。感觉就是年纪小，年纪小什么都可以，这都可以进去的感觉。因为从小可以养，哦，燕麦蛋糕又是不同的东西，马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比斯吉，帅哥马粪，期待过去，但我没有未来，我也没有未来。青番茄青鱼蛋花面，好好吃的感觉。青鱼，番茄有那个青鱼罐头，好呆。在看别人做吃的，很好吃的感觉。糯米到底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？我很爱吃鱼，我真的超爱吃鱼的，我们家真的很爱吃鱼。
很喜欢看别人做吃的。是说为什么 Subway 的黄瓜那么大？他们是大黄瓜吗？鱼腥味。OK。塔瓦哥这一集，塔瓦哥说你有鱼腥。哎，你不讲我才想到这个梗呢，才想到这个谐音，也没有到谐音，就是同音异字这样。吃的累了，我有那么多想吃的东西。米堡球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做这种事情。他是我的爱。对啊，真的是睡觉。晚上要干嘛？麻烦，这样蛮可怜，没有关系。马芬在法文原文就是用来形容柔软哦，小蛋糕。那为什么有人一下说蛋糕，一下说马芬，是不一样的吗？面包柔软，反正淀粉就是好吃啊，其实难怪那么胖。就是淀粉王，淀粉小胖子，还是章鱼哥，阿咪宝宝，阿咪宝宝，啊，他笑的时候鼻子都会动，好丑。嗨嗨，黑蓝西。睫毛都会掐，就是弄进眼睛里，睫毛在长。到几点？还有四分钟，开一个小时。但是上次我提早关，但是好像才少四分钟而已。
再来就是瑞穗公园什么的呀。一小嘛，对，一小。可能也天分，你要小心走路，小心走路，小心活出。大家看完还可以去逛 Donkey。需要拐杖哦，棒，恭喜！很走呢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可以叫旁边人当你的拐杖。在 P， 没办法看到现场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又不是说两个人只能两个人当拐杖，你可以全世界都当你的拐杖，扛你，扛你起来 ，H 牌，我在 A 前面有什么数字没有？叫帮忙，我等一下去睡觉吗？不知道，你 O 牌，你有一三场，怎么巧？好想吃抹茶，最近超买想买东西超多哎，就是我想要，想要买抹茶粉，想要。什么大约翰的那个真是全麦面包，黄金黑麦的面包，又想要买吐司热牙器。早安，你在摄影机里面加高欧，看了就落泪，好笑。前面不很干吗？应该不会吧。里面有包馅的话应该还好。想买东西的，我也一直很想要买，就是我还一直在看的那种全罩耳机。他之前看了 Apple 的，可是真的是太贵了。然后我在想，也有其他的可以买。但是都还很贵，所以就是还没有办法买给他，我不知道撑不下去了。我九月要叫我爸说九月要带我去买笔电，因为啊，我好像对不起，因为今天那个什么，哦，现在天才亮哦，刚刚有那么暗吗？长得蛮干的，它里面包邮。
我想要吃优格包优格芋头起司跟优格南瓜的，我一个人账号还没打出。你们确定我这个直播是能留的吗？你可以慢慢看。对啊，就是我应该暑假就要把我的就是升学的东西。应该就要把我升学的东西弄出来。我刚刚讲话讲到一半，然后我经纪姐姐就说，我真的好像在养小孩，因为我都每次都传给他一些奇奇怪怪的文字，就是，我就昨天在问他说，就是因为我们学校要需要就是外宿生要给一些资料给学校这样，然后我就要问房东名字，然后我就说我的宝贝，我们房东名字叫什么？我的经纪姐姐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然后我就说，就是我刚刚要回我爱你，但心中自己默念房东的名字，感觉跟我爱你很有押韵的感觉。然后他就说谢谢你有如此爱我，谢谢你有如此爱我。然后就说很爱很爱，永远爱你。然后我就问哪个艺人跟经纪人聊天是长这样，然后我就说我就是我，自问自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我真的好像在养小孩。”这小孩不买了，还好。早安，早安。优格对啊，包优格那种块状优格。痛！我眼睛，我刚抓眼睛，然后抓到眼睛，我现在眼睛好痛啊。提前养小孩。他们就说他是二妈这样，因为他我的第一个妈妈是刘雨琦，我真的想在养小孩，好像在养小孩，后悔不是吗？原本就是啊，然后穿一个爱心，我真的是会笑死，就是我那么的肥吧。我是国民女儿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。我长得不像女儿吧？我长得比较像姐姐，国民姐姐，国民北吧小孩，北吧小孩。睡下心情了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就要关播了。看到一个漂亮姐姐，跟我同年，国民班的小孩，谢谢。啊，是面包。
第十八名孤岛，孤岛的第十七名北极熊，第十六名哈纳比，第十五名九代，第十四名人豪，第十三名洛克，第十二名柠檬，第十一名东毛，第十名歪西，第九名落日雨笑，第八名朱里恩，第七名超哥，第六名玉，第五名朱伦，第四名潘朵拉，第三名秦宇宙，第二名阿基拉，第一名夏夏。没有刚滑到的。找到哪一只？猫猫，或是白熊。辛苦了。今天可以不要截图吗？我现在长得好丑。今天不要截图吧，直接倒数。尤其是布袋。好痛苦的孤单，他不是为了减肥，不然我干嘛要吃水煮蛋？真的要吃水煮蛋，因为我是开火的那一刻，因为我会因为那个蛋是冰在冰箱嘛，所以我就会在就是它滚水热之前就会先把，反正就是从头到尾就把蛋就直接先放在里面，然后跟着水一起加热，才不会爆掉。然后就反正就是开火第一秒就按了77，所以应该是要从滚水滚了之后才开始算第一分钟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我不会一直站在旁边顾着我的蛋，我可能会先做别的事情，所以我就用计时器。然后挤到八分钟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差不多吧，我还是特意啊，但你不喜欢也不下次。我在学校没有，我在家里，我在宿舍。最大表演。求你们不要再跟聂伟清讲素颜直播这件事情，我真是会被他杀死。他说至少要涂口红，我有涂口红，但我做到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切合住。听说要请全家买票，现在应该只剩线上的票，就是你可以用手机在家里看这样。那就走口红吗？还有那什么防晒，会提亮的防晒，还记得怎么跳吗？你说 reset 吗？手机都要去哪买？KK Tix。当然记得要怎么跳，不然我们怎么上台？KKTix 上面可以购票哦，或是你去找 AKB48TP 的官网上面就会有近期 reset 的。近期 reset 的相关资讯。
哔巴拉巴拉巴拉巴，哔巴拉，嗯，哔巴拉巴拉巴拉，哔巴拉巴拉巴拉巴。买线上票，三上五下可以看吗？去我们官网吗？对，我们官网应该会有那些相关资讯。啊哈！We para para para, we pa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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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ra, we pa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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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ra. Can you hear that? We pa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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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ra. Can you hear that?真假？我不确定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眼睛好看，什么妆都没化，你还说眼睛好看，什么意思？大家真是越来越喜欢淡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直接誓言都不化，然后你脸说好看，什么意思？啊，随便啦，你们就是你们都这样讲。爱我，好不好？爱我，嘿。